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。今天我们来挑战折手20发子弹吃鸡。你看我的子弹数，7发加5发，再加上备弹8发，数学好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算出来了，刚刚好是20发。这多的子弹，大宝我是一发都不会捡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正式开始。前方山坡发现敌人，还跳。一发预判枪刚好被接住，可惜敌人走位不行，还没练就有投机子弹的绝技啊。再来一发。哎呦，这趴着多子弹着实厉害啊。求求你了，别走位了，兄弟，我的子弹很宝贵的。哎，算了，足足浪费了4发子弹，这波有点亏啊。叫声队友来寻仇了，先给你来一发。可恶，空了。可恶，又空了。我奉劝你们老老实实接子弹，不要让我拿出全部实力，不然大家都不好收场。命中一枪，给我倒，看看能不能直接补了。可恶啊，看来今天我的狙击有失水准啊。来接好，还有你别跳了，接住。安排这一队足足浪费了11发，着实心痛啊。场上还是22名敌人，我还剩9发子弹，平均一发子弹得带走2名敌人才够。天哪，我突然感觉好艰难。等等，前面好像过去一个，稍微预判一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哇，兄弟你认真的吗？这莫不是感受到了我的杀气了？他好像要在狙谁，先来上一枪。我最喜欢这种跳下来的敌人了。啊，这么真实的吗？行行行，算你狠，小走位飘的。最后一发，好吧，打不中就算了，只能说这小子的走位太低端，已经跟不上我王者的预判，打不中也是情有可原。但是兄弟，这梁子我们算是结下了。等下，这怎么还有个倒地的？这人头 K 的就很有水准了，你们说是吧？不过我讲道理，最后3发了，我想要吃鸡，这子弹还是得留点，得拿捏一下。可是有人头不拿，这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。还好，就一枪解决掉了，剩下的2发大概够吃鸡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又是他！今天不弄死他，我注定是睡不着觉了。最后一发，给我死！这下是真的凉凉了，一颗子弹都不剩。不过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发现了，我屁股上可是憋了一口锅。接下来可是满满的细节，我每颗烟雾弹都是极为考究，保准这敌人到死都被发现了。来，悄悄摸过去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 Surprise！ 啊，什么情况？去洗吧，大仇已报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可以结束了，大家再见。封烟，封烟，一会儿还能用手雷偷个鸡什么的。大哥，别！